你知道吗？在悬崖上面自拍是在郊外的最危险动作之一。以下是在澳洲行山保障安全的五大贴士。揀一条适合你体能或者经验的路径，然后跟着这条路径，一定要带备地图，研究一下这片土地对持有当地监护权的原住民有什么意义，同埋要怎样尊重这个地方。尽量认识当地的历史同埋意义，是可以令你行山有更丰富的体验的。还有讲给其他人知你的路径同埋预算几时回来，以防万一。还有一个 tips， 醒目啲准备行装。你一睇咗天气预测之后，就去揀舒适的鞋和衣物，戴顶帽、太阳油，有需要的话要多带几件保暖衣物，带够粮食和水，以防你行山的时间长过你预算的，同埋带一个急救包，一个好像这个咁嘅紧急信标，可以救你一命的，它又可以发出求救信号，帮卫星找到你。你又可以带备一些物品，用其他的方法来到引起注意。最后尽量组成四个人或者以上的小组去行山，万一发生意外需要派人去求助。哦，还有千祈不要在悬崖边自拍啊，你未必那么好彩的。请记住，在澳洲行山要保障安全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准备。大家来行山享受一下这些风景吧。我来了嘛。想得到更多用你的语言的每周资讯，请登入 sbs.com.au/australiaexplained。